我们再稍等两分钟啊，稍等两分钟，等其他的同学到齐，我们就开始正式上课啊。同学们晚上好啊，欢迎来到谭哲课堂。能够听到老师声音的打个一。好，都能够听到啊，欢迎同学们回到这个课堂啊。上节课的话我们讲了那个蜜蜂啊，因为上次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有的东西还没讲到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只讲了大概的这个结构啊，它的安装结构，像这个蜜蜂圈的话，我还想了一下，有的东西没讲到的，我现在今天这节课呢补充一下啊，像这个蜜蜂圈的话，这个里面啊，如果是这是个油缸的话。假如你们设计油缸的时候啊，这个里面的粗糙度的话也要注意啊，如果是它是动摩擦，什么是动摩擦呢，就是它有相对运动的时候啊，相当于这个上面是个活塞杆的时候，它这个里面的粗糙度最少最少不能低于 1.6 啊，这个粗糙度最少最少也要 1.6， 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啊，最少要 1.6， 如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话 0.8 0.4 都没关系啊，当然你要看你的使用要求啊，我们一般的这个液压缸的话，液压杆的话1.6 0.8 0.8 到 1.6 的就可以了啊。上次我这一点没有讲到啊，上次没有讲到，如果是静摩擦，如果它是一个像这样放在这里不动的啊，如果它只是起一个静一个密封的作用，没有相对运动的情况下，那它这个表面的话3.2就够了啊，它这个桶的话3.2就够了，这点同学们明不明白，理不理解，能够理解的给老师打个一，能够理解是吧，其他同学呢能不能够理解，因为像这种情况下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说并不是说粗糙度越高越好，越高高一级的话，粗糙度越高一级的话，它这个成本就相对要高很多啊，相对高很多，它尤其是这个内表面的话，加工相对来说麻烦一点啊，虽然像很多的，如果是那种短一小点的话，它直接可以用那种内源膜啊，内源膜床，内源膜床应该听过吧，听过的打个一，啊不会吧，内源膜床跟外源膜床是相对的，外源膜床就如果是你这个外表面这个圆的外表面要那个的话，要很高的粗糙度的话，它就直接磨这个外面，内源膜顾名思义就是磨这个内源的啊，你像这个的话，如果是这里跟这里配合的话，它是需要磨的啊，如果是要求很高的话需要磨的，这里需要外源膜，这个里面的话就需要内源膜，如果这个钢桶粗糙度的话是1.6 的话，那这个活塞杆的上面这个粗糙度的话就比这个那个桶的话，钢桶的话就高一级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活塞杆的话它的粗糙度就是 0.8，
我是打个比方啊，我是打个比方，因为这个1.6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如果是水平稍微差一点的师傅的话，肯定是不行的啊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加工不出来的啊。首先呢，像这个钢桶的话，因为它有个行为公差的要求，它不可能是测出来一头是就是说不圆啊，一头大一头小有锥的肯定是不行的啊。在很多的情况下，像那种高精密的这个钢体的情况下，它里面的必须磨的啊，两头，然后还有这个圆度啊，圆柱度的要求，还有同心要求。这个行为公差，同学们以前有没有学过行为公差？我想了解一下，学过行为公差的，给老师打个一。好，如果了解这个行为公差的话，我就好讲一点啊。你如果是车的话，因为如果很长的话，像这个钢桶的话，很长的话，它如果是直径又很小的话，它如果是用普通的工艺的话，如果是用车床去搪的话，是不太现实的啊。虽然有这种很长的这种钢刀，但是因为它这个刚性的问题啊，就算你切得很小的话，它因为刚性的问题的话，会有点发颤啊，会有一点点啊。微观上来讲，虽然很小很小，但是呢，它这个要求的话，如果很高的话，它加工出来的可能会有几种情况啊。第一个，有可能这个钢桶里面的这个圆柱面呢不圆，所以我们要加一个这个圆柱度的公差，行为公差啊，限制它的这个误差。然后就是它有可能是会测出来有个锥度啊，因为刀如果是刀杆太软的话，它就会会让刀啊，会让刀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有可能是，可能会有点椭圆啊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工艺有没有这个深刻的了解啊？了解过这个加工工艺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。所以呢，像加工这个有配合公差，像这种圆柱的话，你就在这个工程图里面就一定要标注这个圆柱度啊。这里说的这个圆柱度的话，像这个公差这个轴承的这个转轴承的位置啊，转轴承大家应该知道噻，转轴承的位置，它这个轴的这个外缘。它也要加一个这个圆柱度的这个公差，行为公差。如果你不加的话，因为它这个轴承的话，它都是磨过的，轴承内孔都内圈那个内孔都是磨过的，都是比较标准的啊，比较标准的孔都是很圆的。因为你车的话，你如果只是车床，如果不去磨的话，车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是有锥度，有可能会不圆啊。所以你就必须加一个这个圆柱度的公差，这个可以理解吧？可以听懂吧？听不懂的给老师打个一，听不懂的打个一啊。因为在机械设计当中的话，这些工艺的话是肯定要考虑进去的啊，肯定要考虑进去的。如果你不考虑这些工艺的话，到时候做出来的东西的话，你肯定是装配很困难的啊。因为像这个东西的话，像这个的话，它有一个专门的表格。这里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们以前上这个行为公差课的时候啊，有没有提供一个那个专门的表格，直接去查啊？多大的直径，选多大的这个公差？当然，跟你这个设计的这个整体设备的这个公差也很大关系啊。如果你这个设备整体的公差限定在 IT 七级的话，那么你这个相应的这些公差就不能太离谱了啊，就不能太离谱了。
你们有没有这里的同学有没有上过公差课？有没有上过那个公差配合的课？上过的给老师打个一。不会吧？没有啊，没有，那就有点麻烦了。因为像这个设计的话，你这个公差配合肯定要知道，是不是？你像这个的话，我看一下啊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表格，只是其中的一个表格。这个公差配合的课的话，在这个机械制图里面那个基础班里面应该会有啊，哈哈，应该会有啊。因为我现在讲的话，有的基础的东西的话，我可能不会讲啊，因为现在等于是这个 SolidWorks 非标的这个高级班啊，不是基础班了啊。基础班应该也讲了那个机械设计的那个那些公差呀什么的，应该都讲了啊。公差的应该有视频啊，像。如果只是软件的话，软件的应用相对来说不是很复杂啊。如果是光说软件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很快你们就能够学会了。因为像这个公差配合的话，有很多的时候的话，还是需要实际的经验啊，实际的经验。因为很多东西的话，你如果只是看表面的话，你看不出什么名堂啊。你只有真正做过、真正设计出来的东西，应用到生产上面的话。哈哈哈哈，因为生产上的话啊，你就知道，他这个公差为什么要这样取，为什么要用这些公差配合？像这个公差查询的话，你如果只是按照这个表的话，你不懂这个实际的应用的话，其实说了，你会光看这个表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。你只是有时候你熟了之后。你自己可以知道怎么去选择。举个例子啊，好啊，如果同意，我现在讲一个实例的同学，给老师赶紧刷的鲜花，我就讲一个很常用的、很简单的。好，等我打开一个图啊，打开一个图，稍等一下啊。我们就以这个简单的轴为例啊，你像这个的话，如果是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啊，bus 的这个位置，在这个 bus 的位置，如果是装轴承的话，还有这边啊，这两个位置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假定它是装这个轴承的，如果是要你们自己去设计的话。你们会取什么样的配合公差？赶紧告诉老师，你们会选择什么配合公差？哈哈，过渡配合，大家啊，其实三种配合呢，是看用在什么情况下面啊？是用在什么情况下？刚才我那样问的话。其实，问的不是很合理啊。因为如果呢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举个例子。如果这个是用在就是说，功率很大的情况下，而且就是要求比较高，要求比较高，而且要求就是说。不经常拆卸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会用到过影配合啊，我们就用到过影配合。过影配合呢，也要需要查那个表啊，就是关键看这个，
关键呢，他看到这个具体使用要求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差，当然了，到那个时候的话，我们查公差表的话，作用就不是很大了啊。查公差配合那个表就作用不是很大了。我们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很多的情况下啊，我们直接就是按照它这个直径，看它直径多少，根据这个轴去配合。有时候就是直接用那个热配合、加热配合，把这个轴承啊，有时候加热之后啊，然后再装上去啊。这个能不能够理解？放在热油里面煮，有的有条件的那个厂的话，就直接可以那个。哎，当然要看什么情况啊。如果是用那个热油煮的话，把轴承煮热，然后再装进去，用借助那个辅助设备压进去的话，哎，当然就是装得很紧啊。大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做的那个轴的话，那个矿山那个提升机啊，我不知道、有没有同学了解过啊？对啊，冷的收缩之后它就很紧啊，那基本上就很少拆了、啊，基本上等于说，也可以说是以后基本上就不会拆了，除非坏了，除非维修，否则是不会拆的啊。烤箱烤也可以啊，只要让它受热均匀的话，能够达到那么高度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关系啊。方法反正是很多种。看你们的实际情况啊，看厂里面的实际情况。如果是要求很紧的话，如果这个轴，我举个例子，如果这个轴的直径，假如是100的话，我们取它的那个这个轴的公差，我们就可以到正0.15到正0.25啊，可以达到这么大。如果这个轴更大一点的话，我们取得这个公差相对的更大一点啊。如果是小的话，如果是小于100的话，我们就可能0.1的样子，0.1到0.15的样子啊。这个看实际情况啊，因为一装进去之后的话，当然你要考虑清楚啊，这个是肯定是装上去之后很难拆的啊，很难拆的。如果是你要要求它这个定位精度很高的情况下，我们一般优先选这个过渡配合啊。为什么选过渡配合？它就有这点好处啊，它装的话也容易装，拆的话也容易拆，然后呢又能够达到很高的这个定位精度啊。这个过渡配合维修可拆的话，用当然看用也是要看用在什么场合啊。像过渡配合的话，它也可以拆啊，也可以拆，但是你这个公差一定要选对啊。如果公差或者是选的太那个的话，到时候也很难拆啊。过渡它有什么会有什么区别呢？什么是过渡呢？它就是一个间隙跟这个过盈的，简单说啊，就是过渡间隙跟过盈的这个中间啊，等于说怎么解释呢？我等一下啊，简单的说，过渡配合的情况下，它有可能是过盈配合，也有可能是间隙配合，这点能不能够明白？能够明白的给老师打个一。对啊，两者之间。如果你像这个过盈的话，它就一定是紧配合。对啊，这点应该可以理解吧？能够理解的给老师打个一。因为它加工的时候，你假如给的公差是0.02到0.08之间的话，因为像一般加工的话，它不可能刚好0.02，也不可能刚好0.08。如果刚好的情况下，这种几率是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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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啊。一般加工的话，
都会加工取中间值啊，不管你怎么量都是合格的，所以你这个公差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啊。对，加工一般都是取中间值是最好的，取最好的，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啊。如果你像还有一种公差，如果你标的是0.01到零的话，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你如果是用普通的车床加工的话，如果车这里的话，基本上我在我认识过的那个师傅加工的那个情况下啊，我还没见到哪个师傅有这个水平啊，能够达到一个师。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工艺的问题。像很多的时候的话，像这个精密的轴的话，它一般不会用普通车床啊，普通车床最多也只是开下出。像我们那个时候的话，用普通车床开了出之后，速困可以啊，但是你这个刀具啊，刀具你要考虑它的磨损呢、啊。虽然这个机甲刀具的话，它的这个各方面的性能都比较可以，都还可以，但是呢，你如果加工过多的话，或者是这个切削量太大的话，它一样很难达到啊。所以你要考虑这个精加工所留的余量，还有这个它的加工工艺啊。它像有的话，它有的刀片的话很好的话，你可以考虑那种工艺啊，就是在初加工之后，它留了很多的余量，不是很多啊，大概是0.15到0.2的余量，0.3的余量啊。然后他去热处理之后，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应力啊去掉，内应力去掉之后的话，当然了，像大型的不行啊，大型如果这个轴或者是太大或者太长的话，它的变形量如果太大的话，你就不能只留一点点啊，不能只留一点点。当然了，这个要看它的这个变形量是多大，如果是很大的话，那肯定就不行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工艺的话你要先考虑清楚啊。在设计的时候也是的，设计这个轴的时候选取合适的材料，如果这是一根四五的轴，四五材料的轴的话，如果这是四五的轴的话，可以先开出啊，开出当然不能太长了啊，如果是像有几米长的话，如果是几米长的话，如果有两三米长的话，直径有一百左右的话，你可以先开出啊，留余量的话可能会留得多一点。当然像很多的时候啊，还有一些做法，如果切除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先热处理啊，先热处理，让它的这个机械性能达到最优啊，达到最优。然后就是它的内应力基本上消除了，基本上消除了。当然你像这个一般的热处理的话，要完全消除它的内应力的话，也还是有点困难啊，它总会有一点点啊，总会有一点点。当然那个已经不影响那个机械加工了啊。所以在加工的时候的话，公差的话也要考虑进去啊，尤其是装轴承的位置，你公差太大的话，到时候如果是选择太大或者选的太小都不合适啊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间隙配合呢？如果是这种，要求不是很高，然后就是比较粗糙一点的这个机械设备啊，而且要求经常拆卸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间隙配合啊。间隙配合的话，当然这个间隙不能太大啊，虽然说是间隙配合，你这个就是说轴承基本上就是可以轻轻的放进去，然后也可以轻轻的拿出来啊，就是对这个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啊，
对啊，好菜好拿，但是你这个间隙不能太大啊。像这个的情况下，如果假如这是100的直径的话，你留个5到10个丝啊，整个留5到10个丝都没关系啊。哎，你如果留5个丝以下的话，它有可能车的情况下不圆，因为这个你要求不高的话，它不可能去磨，是不是？不磨的情况下，它车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几种情况出现啊。所以在这个轴车出来的时候，我也说到这个检验啊，一定要检查这个它的这个圆柱度啊，一定要检查它这个圆柱度。你检查圆柱度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直接用这个轴承啊，用这个标准的轴承直接套就可以了。如果能够很轻松的放进去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啊。当然，这个很轻松，不是说间隙很大啊，就轻轻一丢就丢进去了，那不是啊。你这个属于滑动配合啊，滑动配合的话也看要求啊。如果是要求很高的话，一般在2个丝左右啊，2个丝。如果是你要求不是很高，可以就是说随便晃动的话，你骑5到10个丝、几十个丝都没关系啊。如果是那种精密的滑动配合的话，你一般在2个丝以内啊，一般在2个丝以内。当然了，这个也是需要查那个查那个表的啊。如果你这个尺寸特别大的话，2个丝的话，基本上就很难达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尺寸越大的话，你本身在这个机床上加工的话，它机床本身有一个误差。如果这个机床本身没有误差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机床有个误差，你要把这个机床的误差考虑进去。所以呢，你这个滑动配合的话，间隙也要适当的考虑进去啊。你尺寸越大的话，你这个间隙肯定是越大的，这是肯定的，成正比的啊。所以这里，还没有明白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，明白了的话，我们就讲今天的内容了啊，因为这是一扯也扯跑题了啊。现在明白了没有？不会吧？十的话，那肯定是成正比的。你十的话，越十的话，它就那个公差就取得小一些，取得越小啊。啊，0.01也可以达得到啊。你越小的话，相对来说的话，扣除这个，键和键槽有几种配合啊？键和键槽有几种配合？有这个一般配合，就是，我们通常说的啊，紧配合跟松配合啊。键跟键槽的话，可以是过瘾配合，也可以是普通的一般的这个间隙配合啊。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啊。如果是要求这个很紧的地方啊，要求这个零件不晃动的情况下，像这个。上次说的这个连轴器啊，连轴器的话，一般的话，我们都如果要求高的话，重载的情况下，过渡配合也可以啊。我们一般的话，用过渡配合用的比较多啊。如果是重载的话，安全性的要求比较高的话，我们直接可以过瘾配合啊，都是打进去的，都是打进去的。当然，取这个配合的话，这些都阴影的部分都是优先配合啊，你可以采取优先配合。当然，这个上面的这个配合公差是理论上的配合公差啊，你可以作为参考啊，你也根据实际情况啊，你不可能就直接照搬呐，直接照搬的话，别人你也考虑自己的那个加工情况啊。
如果是他要求不是很那个的话，不是很高的话，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间隙放大一点啊。啊，50以下的普通机，哦，这个不一定啊。哎，虽然你们感觉可能是三个是确实很好做到，但是你要考虑一下，长度也要看，直径也要看啊，不能光看一个方面啊，不能光看一个方面，因为有时候的话，还有这个你加工的时候，它这个工艺啊，你看上去三个是很好做啊，这个以前我们也试过啊，如果你这个车床本身。如果是用了很久的话，车床这个误差会有点大的话，你这个三个十就有可能很难了啊。它有可能会有锥度啊，有可能会有锥度，有可能会有椭圆，这些都有可能啊。长轴的话，一般的情况下啊，一般都会两边都会转那个中间孔啊，定位，不然的话你确实不好测啊。细长轴也是的，而且那个刀的话，进给量啊，都有要求啊。刀的话，那个刀尖的话，如果是车床的话，你这个尖的话一定要很尖啊，而且吃刀深度也很小很小啊，只能一点一点的车。你如果稍微车的多一点的话，刀尖第一个容易崩掉，第二个的话，它车子会震啊，会震刀。这个我相信。只要从事过机械加工的啊，只要稍微有点了解的都会知道。哎，细长轴是最不好测的啊，细长轴是最不好测的。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？哎，你要想想，如果你是车一根那个铝合金的那个圆棒的话。直径是30，长1米的话，你说你应该怎么搞？只有三十的直径啊，或者只有20的直径，然后是铝合金的，是那种6063啊，6063或者6061的那个铝合金啊。你对车辆再了解的话，但是你这个工艺的话，那是怎么说呢？你是用这台车床用熟了，你知道它的特性，所以你才那个，所以你才了解它什么情况下怎么加工，能够达到你自己所要求的那个精度啊，粗糙度啊。我们今天还要讲，这里应该没什么疑问了吧？因为以后的话，会在飞镖里面的话，如果是整套设备的话，那考虑的这个工艺的话会更多了啊。好，我们接着讲那个，接着讲这个我们就不说了。好，这个我们也不说了，当然了。这里还有这个啊，你们想知道哪方面的工艺？我想了解一下。我希望你们踊跃发言啊，在课堂上的话，随便你们怎么说都没关系啊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我希望大家就是说，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因为你们。你们如果不说出来的话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学什么。光跑车间的话，因为每一个厂里面的这个条件的话是不一样的啊。如果只是像现在的工艺的话，像现在的工艺啊，不像以前啊。以前就是说没有很多新工艺，现在这个新工艺的话，你像现在这个数控机床的话，
像现在这个数控机床的话，都有很多种啊。你像以前的话，就是那些普通的侧吸啊、膜啊，普通的那些机床啊。现在的话，好多的这个厂里面，它也是为了就是说提高，第一个是提高效率啊，第二个的话也是提高精度，第三个呢就是节省人力啊。很多的地方都用的这个数控的设备啊。数控的设备，你像现在的数控折弯、数控车床、数控切割、火焰切割，然后数控的车铣加工中心、线切割，还有很多啊，很多。像我了解的话，相对来说的，我对这个数控方面的话，相对比较熟一点啊。普通的这个机床的话，我就是说用的很少。我刚出来的，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，就在车间搞专门搞这个数控啊，专门搞这个数控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们要想现在这个了解这个数控工艺的话，因为五轴的话我听得多啊，以前我有同学是做这个五轴的加工中心啊，五轴的加工中心的话，像现在的话，像他们那个时候主要是做那个手表啊，做手表的。像六轴的话，据我的了解啊，中国现在会开六轴的、会用六轴的这个机床的很少很少啊，屈指可数啊，很少很少，至少我还没有真正见到过在中国有这个六轴机床啊。有的话，可能也是比较非常大的厂里面啊，国营单位是可能才会有，私人企业的话，我估计加工一般的东西根本用不到啊。像那个的话，六轴的话，可能是我了解的话是用到航空航天上面的啊。因为那些东西比较复杂，像我们那时候了解的最多的是三轴、四轴啊，三轴、四轴，是啊，三轴、四轴，然后五轴就是像我了解就是加工这个，手表类的啊，七轴的我还没，说实在没听过啊，就算有七轴，它也是应该也是辅助轴啊。因为现在很多东西，很多都是很多很多都是吹出来的，不见得有啊。将来有没有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我最多听过也现在只有六轴的啊。像这个数控工艺的话，数控工艺的话跟这个普通的工艺还是不一样的啊。尤其是你设计的话，你如果光只是考虑这个普通的加工工艺的话，有时候确实也会很麻烦啊。所以你要对这个现在这个先走在前面的前行这个前面的这些工艺啊，一定要了解啊。就算没有操作过，但是你要了解它是怎么加工出来的。我们今天主要本来是讲这个材料的啊，工程材料。如果也讲到这个工艺的话，我想后面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会讲的。那可以啊。我到时候有时间的话，讲完课之后的话，我会多给你们讲一讲这些数控工艺啊。工艺专门开课的话，我不知道这学校的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啊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也可以啊。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啊，因为工艺的话。对这个设计的话是有很大帮助的啊！你如果做设计的话，你不懂工艺的话，你好多东西设计出来的话，对啊，如果你不了解工艺的话，确实设计出来的东西盖圆角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搞成直角，别人根本加工不出来，到时候会出笑话啊！因为这个工艺确实很重要啊，是个基础的东西啊。这只是机械加工方面的工艺啊，像这个工艺的话，包括热处理工艺啊，还有这个，钣金啊，还有那个，好像有挺多的啊。说起来，这我一下子我还说不上来呢。焊接的工艺没错，机械加工有机械加工的工艺，然后这个，像这个折弯有折弯啊，钣金折弯呢。装配啊，对啊，好，
啊，我先大概说到这里啊，然后我们先把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啊，赶紧讲完了，不然，你一个人报名没用啊，你一个人报名没用啊，那不如直接加我的 QQ，我直接告诉你啊，好得多。你遇到什么事情，我直接告诉你啊，快一些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讲这个。整这个材料啊，对这个材料的选用啊，也要了解啊。我这里做的这个 PPT 的话，只是方便自己看啊，方便自己看。到时候呢，我也会上传到这个 VIP 课里面这个链接里面啊，这个网盘里面。像这个材料的话，工程材料的话，像我们现在主要用的啊，这个金属材料、陶瓷材料、高分子材料、复合材料，这个同学们有没有了解过？有了解过的，给老师打个一。我就直接接着往下面讲啊。像这个金属材料，同学们大概知道有多少种？知道多少种金属材料？常用的啊，常用的。这是大的分类啊，大的分类，大的分类是黑色金属、有色金属，随便说几种，我看一下你们对这个材料，对这个材料的了解程度。看有多少种，像你们常用的，啊，六五锰、四零六、不锈钢、合金钢，二三五。其实我们常用的材料其实挺多的啊，挺多的。Q 三四五。四零六，镍钼。哎呀，这个看样子这个里面有同学对这个材料还了解的比较多啊。对这个材料的名称了解的多，但是对这个材料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多少了解？SKD 幺幺啊，日本的这个材料都拿出来了。这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老师知道。SKD 幺幺、SKD 七啊，那都属于模具类的那个模具钢了啊。哈哈，哎，还不错啊，能够认识这么的材料也不错了啊。好，像我在说这里的啊，这个金属材料的话，确实像刚才说的那样，它有个金属，它分这个黑色金属跟有色金属。还有现在就是新开发的，现在常用的有这个特种金属啊，黑色金属的话你们也说完了，有色金属呢你们也说了不少啊。这个特种金属的话，特种金属它主要是用在哪里呢？像这个记忆金属啊，我相信你们也听得多，像这个 IC 卡上面这个记忆芯片呢。这个应该都了解吧？应该每个人都有卡的啊，呵呵，都有银行卡的啊，还有电话卡上面那个芯片呢、像这个材料啊，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实例啊，会讲一个实例。像那个工程塑料的话。我想问一下同学们，工程塑料的话，对这个工程塑料有多少了解啊？能够说出几种工程塑料的，我们常用的，能够说出来几种？PV。
PVC、PC、PU、聚四氟乙烯，啊，这些都不错啊，啊，对，都没错啊，都没错，哈哈，好，反正这个资料呢，等一下我反正会上传上去啊，我就大概的介绍一下，大概的介绍一下 ，PC 聚碳酸酯啊。就是我们用的反正都比较多的啊，然后这个 PVC 啊，因为这个材料的话你们都熟的话，我就不用讲的那么、不用讲的那么费力啊。你像这个尼龙的话，像我那时候用的最多的话，像亚克力的话，你们知道一般是用在哪里吗？亚克力你们常用的在生活中用到亚克力的地方有谁知道？有哪位同学知道？哈哈，浴缸用亚克力，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是那塑料的吧？好，等一下我就会讲这个有机玻璃跟这个亚克力的这个具体区别啊，具体区别。对啊，这个亚克力啊，会用的这个广告牌上面用的比较多，还有这个手机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啊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手机上面的塑料？你们有没有注意过？以前很多那个手机壳啊，这个外面透明的这个手机啊，手机上面这个面板这些看到没有？手机上面这些面壳的话，塑看上去像塑料这种透明的，它就是亚克力啊。亚克力是简单的怎么说呢？是优质的有机玻璃啊，也是有机玻璃，只是它的这个特性比这个有机玻璃要好一点啊，优质一点，材料好一点。对啊，显示屏上面就是那个像塑料一样的啊，像塑料一样的，简单说就是，像塑料一样的那个就是亚克力啊。你像这个尼龙的话，尼龙的话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很多同学都知道啊。你像那个弹性注销连轴器，那个注销就是尼龙的啊。连轴器那个注销连轴器有没有同学知道？有没有同学听过？听过的给老师打个一。有没有听过？没听过，要不要我打个一个图给你们看一下？有没有听过？怎么都没反应啊？好，看一下啊。哎呀，连轴器的，好，我先打开一下啊，稍微看一下连轴器。弹性连轴器啊，好，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弹性连轴器啊，弹性注销连轴器，我把这个隐藏一下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黄色的。黄色的就是弹性注销啊，这个能不能看明白？能不能看懂？这个就是弹性注销，这个就是材料，就是尼龙的啊，这个就是尼龙的。我们常用的这个材料就是尼龙幺零的啊，尼龙幺零幺零幺零的。它这个不是，也不完全是调芯用啊，它主要什么呢？一种过载保护的作用啊，过载保护的作用，保护那个重要设备啊。如果是受力过大的话，它这个减震也是一个，还有一个过载保护的作用啊，起个缓震的作用。这个应该都能够明白啊，这个一说都能够明白的，这个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啊。好，这个我就不讲了啊。然后这个材料啊，就是尼龙，尼龙反正就是说用的比较多。对，
对，这个将军院的话说的很对啊，说的很在理啊。梅花连日线也是，它里面也有一个那个，它那个不是尼龙的，好像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是尤丽佳的啊，尤丽佳。像这个巨噬腐野系的话也用的比较多啊。像这个蜜蜂圈的话，现在很多的蜜蜂圈啊，都用到了这个巨噬腐野系啊。你看它这个性能的话，这个上面，只要看一下就知道啊。到时候你们知道常用的地方，它主要是用到这个，像我见过的啊，我的见识当中啊。用的这个蜜蜂圈、蜜蜂垫比较多啊。好，最后面这个有机玻璃啊，有机玻璃，我相信谁都见过啊，谁都见过。你看它的这个特性啊，还有这个用在哪些方面啊？像这个的话。只要了解就可以了，了解就可以了。到时候你们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，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，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啊，不用考虑那么多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基本上应该是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什么东西啊。本来是还讲这个蜜蜂圈的啊，这个泵用的这个机器蜜蜂圈的话。这个泵的机械蜜蜂呢，我是稍微讲一下，你们如果见到这个东西的话，就觉得其实很简单啊，所以呢也不用过多的去讲，反正它就是一个，也就是一个蜜蜂的作用了。我觉得，见过类似的蜜蜂的这个机构的话，结构的话，应该比较了解吧。这个主要是防漏啊，防漏主要是防液体。它这个密封性能，既然是国家标准的话，所以我就在这里不多讲啊。我们讲下一个啊，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些东西，像这个的话，像这个的话，这个是一个轴承的这个压盖啊，轴承的压盖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了解过这个矿山机械类的啊，矿山机械类的设备。了解过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，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个盖子的话。它就是这个矿用提升机上面常用的这个密封盖啊，因为现在盖子上我只是画了一个示意啊，它这个里面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？为什么这个形状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好，刘大同学，你既然是做矿产机械的，那我想考一考你啊。那这个里面这个截面形状像梯形一样的，这个截面，里面是放什么的？然后它这个角度是多少？放什么材料的？哈哈哈！你学这个专业你都没接触呢。这个军人理念说的很对啊，就是毛毡啊，是细羊毛。它主要的作用呢是防尘啊。主要的作用是防尘，因为矿山里面的话，它这个灰尘都是比较重的啊，是用那种细羊毛啊，不是那种粗羊毛啊，细羊毛它这个国家也是有标准的，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角度的话，角度的话啊，
因为我以前是查的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啊，对，十四度没错，十四度没错啊。看着君了零天，君临成天，对这个还比较在行啊，比较了解，所以我觉得讲起来的话也比较轻松啊，我就不会讲的特别复杂。因为像这个的话，它也是一个标准啊，也是一个标准。至于这个标准这个表格啊，我确实，在网上面查，我确实没查到啊，确实没有查到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资料，可以拷给你们啊，因为我以前也是看到那个机械设查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，因为像这个的角度的话，我倒是记得是十四度啊。因为我差不多有10年没有接触这个扩展机械了啊，我刚出来的话也是这个，第一个搞的第一份这个设计工作就是接触的这个扩展机械啊，扩展提升机跟这个扩展提升脚册啊。哈，毕业这个难说，因为如果是你们确实要学这个非标机械的话。这也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啊，因为飞镖的话，确实怎么说呢？这个东西确实太杂了啊，你要想一下子学好的话，没有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啊。因为这个飞镖的话，你要懂得的东西确实挺多，不管是你光如果光懂一个行业的话，你要搞其他的话，确实有点难度啊。所以这个飞镖的话，你尽可能去多了解啊，多了解其他行业的，也许其他的行业的那些机械设备的话，也会给你一种触类旁通的感觉啊，因为他们有的结构的话可以相互借鉴的啊，哈哈，啊，这个是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，为什么机械比电气难学？电气的工资高，电气的话。其实我也看过这样的一篇这个论文啊，电气的话，它只是刚开始工资高，但是机械的话，因为为什么呢？电气的话，它很多东西的话是不断更新的啊，是不断更新的。像机械的话，虽然也是不断更新的，但是它要的经验要比电气也更多啊。因为我对电气也了解过啊，因为我以前学的刚开始也是学的机电一体化啊。啊，电器看你搞什么，做哪一类工作啊？电器的话，其实它也有很多分支啊。电器的话，包括电子电器啊，还有弱电啊、高压电啊，这些都算了啊。它有的，如果是分得很清楚的话，分得很细啊。像机械的话，它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你没有经验的积累的话，你好多东西你是根本就搞不定的啊。因为我们以前的话，在有我有在广州的时候啊，经常有那个展会啊。如果你不去看的话，不了解的话，它因为那里的话有很多各行各业的这种各种优秀的那个结构啊，很经典的结构啊。你不去看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借用啊。因为像一个行业，每个行业它都有它特定的那个结构啊，特定的材料要求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你如果就是说，了解的越多，接触的越多的话，你对以后自己的设计的话，你这个思维就会更开阔啊，就会知道怎么办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你就会有很快有这个解决的方案啊。没错啊，琶洲啊，琶洲那时候确实每年有几次啊。像今天说的这些内容，现在这个编程的话也那个啊，编程的话，这个软件编程的话确实也那个啊，现在也比较那个，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带动啊，像这个编程方面的这个课程的话，编程软件编程的话，确实很吃香啊，这个是没错啊。
像你们的话，如果是还很年轻的话，我建议你们的话是多看看、多了解啊，多学学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年纪大的话，你好的东西的话，就基本上很难学了，很难学了，到时候有心无力了啊。今天这节课的话，说了这么多的内容的话，我想问一下同学们，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、想了解的这个内容没有？多学啊，像机械搞机械设计的话，要多学这个结构啊，多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啊。你首先只有把别人的这个结构搞明白了，你这个材料你可以慢慢去想啊，可以慢慢去做试验啊。如果你连结构不懂的话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？结构其实在机械设计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。你别看着啊，你如果连结构都设计不出来的话，你这个机械你说还有什么用啊？哈，做机械设计可以做到多少岁啊？那看你能活多久啊！你如果能活到100岁的话，你都可以搞到100岁啊！现在说这个太早了。你如果真的能够活到100岁的话，你真的可以做到100岁啊！当然，如果到时候说的不好听一点啊，如果你还耳聪目明的话，100岁没关系啊，100岁没关系，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，当然，别人敢不敢要你就难说了啊。如果你是自己开厂的话，自己那个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关系啊。当然，这是开个玩笑的，因为你上100岁，像你到了100岁的话，谁？你那些家人啊，谁还敢让你去啊？是不是？肯定是把你当宝贝一样供着啊。因为这个机械的东西的话，确实是要很深的那个，很深的阅历啊。因为我所见过的这个所有的人里面，只要搞机械的都会说这样的话啊，机械就是一辈子的。对啊，你搞机械的话，越老越吃香啊，越老越吃香。所以你们呢也不要怕啊，你这学好了，哈哈，什么都会有的啊，什么都会有的。所以，在这里的话，你们可以就是说慢慢的积累经验啊。这个技术反正是一辈子的东西，反正谁也抢不跑，是不是？哈哈哈，那肯定啊，我是说了，你如果能活到100岁，能够耳聪目明的话，身体又健康又很正常的话，那你想想，那到时候你随便写一篇论文出来，都吓倒一大片人啊，是不是？今天的课这个时间呢，就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如果你们觉得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要了解的话，可以加老师的 QQ 啊，可以课后，可以向我咨询也没关系啊。我把 QQ 告诉你们啊。当然，我如果是确实是时间太忙的话，我就可能会久一点回，可能是不会马上回答你们的问题啊。好，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，当然给你们信心啊！如果不给你们信心，那肯定不行啊，是不是？做机械的，啊，那时候说不定你手机都不用了，直接一句话就行了。到时候那个全智能的啊，全智能的，到时候你们到时候100岁的时候，说不定什么都有了，直接站在房间里面一个屏幕啊，说什么那别人都知道啊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都靠你们去设计啊，去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啊！这不叫瞎想啊！因为任何东西的话，发明创造的话，说的不好听一点，都是先瞎有瞎想出来的那个想法啊！什么东西都是有瞎想才那个啊，瞎想，然后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。就有可能会成功啊！
这不是没可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课呢，时间就到这里了啊。对，没错啊，先把现在的学好再说。你只有把基础打牢了，基础打牢之后，你到时候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，想怎么设计怎么设计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不闲聊了啊。这个不是好不好学的问题啊，再好学的东西，你不努力的话，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同不同意老师的观点？好，今天最后同意老师的观点呢，赶紧给老师送了鲜花，我们就下课了啊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，我也不啰嗦了啊。同学们，我们下节课再见啊。